大家好，我是梁教练。今天会和大家分享穴位伸展操第一课肩颈痛症篇。大家在收看之前记住订阅我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后有最新的教学资讯影片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今天分享的肩颈穴位伸展运动主要由身体的拉伸动作帮助刺激以下的穴位。事不宜迟，我们一起开始啦。第一个动作，后颈部拉伸，两手交叉抱在头部的后方，加力帮助头向下伸展，每次维持10秒钟，我们会做3次。伸展的时候感觉颈部后方会有拉扯。第二次，手踭向下垂直，有助加强颈部拉伸的幅度。颈部后方脊椎两侧是天柱穴，多刺激可以改善头痛、精神疲劳和肩颈不适等等。第二个动作，颈侧穴位拉伸，左手摸右耳，加力协助头向左侧，维持动作10秒。换另一边，右手摸左耳，加力协助头向右侧，维持动作10秒。我们会感觉颈侧有拉扯。换另一边，颈侧腮旁耳垂正下方是天庸穴，而在喉咙高度的颈侧位置是天窗穴。多刺激这两个穴位可以改善肩颈酸痛、耳鸣、中风等等。第三个动作，拱背拉伸肩胛骨，两手交叉向前伸直，同时背向后拱，头向下望，维持动作10秒。我们会做3次。伸展的时候感觉整个肩胛骨被打开。肩胛骨内侧脊椎的两旁是高望穴，多刺激可以舒缓肩颈紧绷，改善心悸、气喘等等。慢慢放松起身。第四个动作，肩胛骨外侧伸展，左手屈臂放在背后，右手捉左手手踭，向中间方向加力作拉伸，维持动作10秒。换另一边，右手屈臂放背后，左手捉住右手手踭，向中间方向加力作拉伸，维持动作10秒。放松双手，左右再做一次。肱骨和肩胛骨连接之处，往下四指阔的后侧是髎回穴，多刺激可以改善肩关节的疼痛、上臂神经痛等等。另一边，第五个动作，转转肩膊，左手放在左肩膊上面，由手踭带动向前画圈。转圈的时候注意幅度尽量越大，伸展效果就会越好。左右我们会各转15圈。
换另一边。呢组动作同样可以刺激闹回穴，可以帮助放松肩关节之余，仲可以预防发炎等等。第六个动作，按摩头皮松一松，头顶中央是百会穴，用十指指头由头的前方按摩至头部后方。这个动作除了可以放松头皮之余，同时刺激百会穴，我们会按摩20次。刺激百会穴可以帮助改善失眠、头痛、头晕和自律神经失调等等。按摩的力度就以舒服为主。第七个动作，毛巾颈部伸展，手握毛巾两端，将毛巾中间置于头后方，两手向下加力，协助头部向下伸展，维持动作10秒。这个动作我们会共做3次。这组伸展动作可以刺激颈后的风池穴，多刺激这个穴位可以有助改善头晕、头痛和肩颈酸痛等等。最后一个动作，左右颈部伸展，头微微转向左边，两手向下加力，协助头向左下方伸展，维持动作10秒，我们会做3次。第三次，换另一边。这组动作同样可以刺激天庸穴和天窗穴，多刺激可以改善咽喉炎、急性扁桃体炎和甲状腺肿大等等。放松，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的分享，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记住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埋隔篱的小铃铛，以后有最新的教学资讯影片，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下集再见啦，拜拜。